于公子，今天幸会，佐藤特意请来四季花般的一位名优，来为你献艺助兴。让董事长您多费心了。嗯，小锦君，开始吧。有请夏姑娘。 于公子，请点曲吧。啊，还是请董事长先点吧。于公子，你就先点吧。那晚上就不客气了。秋官断雁曲。是，少爷。秋官断雁曲。 于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她是天津名优夏荷姑娘，于公子不知道吗？夏荷，对不起，见笑了。 老娘一了你，跟客人说了多少豪话才给让请下来，没想到你到了那块儿，你再给老娘装病啊！你成心要打老娘的牌子是不是？嗯，你说，你为嘛装病啊？你要是老实说了，我暂且饶你一回；你要是不说，你就别怪老娘了。哼，今儿晚上我找两个马蜂爷来伺候你。
你坐不坐？哼！我看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站子硬。哎呀，胡大嫂您来了，快请进来，坐坐坐，这儿干净。哎呀，下姑娘在这儿不舒服。我正在这伺候着她呢。哎呦，你瞅瞅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瞧瞧，哎呀，胡大嫂，你瞧瞧，把这两给强的。哎呦，平时我给你说这么来着啊，上下楼啊得小心着点儿。哎呀，这样让胡大嫂给瞅见了，你瞧瞧，你瞅瞅，哎呀，不得心疼死啊！哎呀，胡大嫂啊，你要点什么点心呢？ 不需要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走。哎，胡大嫂啊，你要是想要点什么，你就朝下招呼一声就行了啊。哎，我说夏姑娘，你给我好好伺候着胡大嫂啊。哎，走走走，快走。博元姐，她把你怎么了？ 六爷，来了，来了，六爷，六爷来了，里边请呀！六爷，李伯呀，快给六爷上茶！哎呀，六爷，听说夏姑娘生病了？哎哎，可不嘛，夏姑娘打小就有心绞痛，不过不打紧呐，静养两天就好了。哎，六爷，六爷，啊啊啊啊！ 我这儿带了一罐养生药，回头老樊你给送过去。啊！哎呀，瞅瞅，还是六爷心疼夏姑娘啊！哎呀，回头夏姑娘康复了，哎呀，我一定让她好好的谢过六爷。六爷，您这边，这边。啊啊啊！六爷，那他认出你了吗？不知道。 这可怎么办呢？他一定会到这儿找你的。他要是到这儿来找我的话，博元姐，你别再瞎想了。哟，哎，来了，里边请。来了。哟，陈爷。 谢谢啊！二爷刚回来，给他沏茶了。来了，拿着。哎，二爷来了。嗯。哎，二哥来了。哎呦，唐先生，您在哪儿发财呀？啊？怎么连个影子也找不着啊？谁跟我赌？哎，看来真的发财了啊！我问你们，谁跟我赌？ 你怎么跟我赌？祖传的宝珠，你敢跟我赌吗？哎呦，看来今儿苗头有点不对。嗯，没错。要是不信，我可以亮给你们看看。哎呦呀，嚯！把珠子都压上。是。哎呀，这成色不错呀。 珍珠，这珠子可值钱了，值钱呐，真的真的，真的。唐先生，我陪你玩。好。唐先生，这珠子你准备押多少银子？按江湖规矩。 人押全，物押半，三千两，不算贵吧？好，就三千两。唐先生，你怎么个玩法？来，痛快的，打骰子。好，主家拿骰子，不要新的。唐先生，验骰子吧。
怎么样，藤先生？开局。上来。好，您的花生瓜子儿，哎。怎么着？见了昌四爷了吗？昌四爷不知为嘛，早就该来了，有刘三爷的书场呢。是啊，哎，二子，二子，嘿，哎，二爷来了，李站长嘞，嗯，又来两位，头上结妖气。哎，二，嗯，看见陈六爷了没有？陈六爷那不是在那？哎。刚才我还给他添水了呢。制裁。走。二哥来了。侯七爷，双五一六。哎呦，耗子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也是好啊！哎呀，这赢定了这个。嗯，好手气，好手气，这种。哎，抱歉了，唐先生。怎么，不玩了？唐先生，你今晚点可真够正的了。我这四万两银子全输给您了，赢了四万两啊！四万两，四万两，四万两，哎呀，四万两！我挣了四万两，我挣了四万两！哈哈哈哈哈！冒青烟了，这是啊！四万两，我可以回家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唐先生，你还记得我那后花园的房子吗？啊，记得记得，我还去过呢。你说我这房子值不值这四万三千两？啊，值值值啊！嗯，唐先生，这是我那房子的地契和钥匙，我想和你再赌一把。好，我奉陪到底，请开局。这是天牌啊，棒子！是啊，嗯，我刚才破着来的，我在这数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俩样儿赢不了了，我发觉了。哎呀，不白呀，完了，完了，来了。唐先生，值啊！这怎么值了？值啊！值啊！唐爷，该您了，掷骰子吧。
哎呀，哎呀，唐先生，唐先生，你能把你那颗珠子再借我用一下吗？啊，千金不易呀！哎，唐先生，这回租金加倍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行吗？啊，祖传宝珠，千金不易啊！哎，哎，唐先生，唐先生，你哪门的了？嗯。